象征丰收耳祭活动吉祥的开始，颁布了107年布农族社稷文化祭仪庆典开始。要这个仪式，这个纪念丰富的猎获量，象征丰收耳祭活动吉祥的开始。好，在社稷祭举行的前几天，首先会由族人组成狩猎队，猎队的带队者在出发前到祭司家中过夜，确定梦为吉兆之后呢，司祭便集合部落男人。我们的祭典开始了，所以小朋友请你们安静的来欣赏我们今天的祭典。安静大哥，那个德鲁古话、泰鲁格族话，电影里面那个 Vanga 有一句叫干尼干尼娘，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他们黑波波手，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德莫黑波波手，德莫黑波波手。好，蛮快速罢了，谢谢啊。将举行是比斯拉黑祭枪仪式。啊、哦，好凉快哦。怕冻，没有冻。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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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那悉，唵那不苏拉达，阿弥那伽利，唵那不苏拉达，阿弥那。比斯拉伊的祭枪仪式，这仪式限男性参加。那前面呢，有刚刚我们的猎枪、装瘦肉的麻袋、山刀及猎犬都放在中央，由祭司领唱祭歌，祈求能够猎捕到一个名叫哈萨的鸟，由左向右飞而不鸣叫，这就是吉兆。会进行一。那我问一下哈，德鲁古话、泰鲁格族话，那个台语“超级白”怎么翻？大家跟诺比比手。那你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大家跟诺比比手。大家跟诺比比手。对，好，蛮好意思，巴来，谢谢哈。比较长者的马斯宾曼哈，他们会邀年轻的少妇们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祭典的仪式。
这样子，祝你再喝，加油！祝你喝到底，吉龙加油，吉龙！是吧？吉龙，我的爷爷！对，加油！猎人在祭典前一天下午返家，猎人们会从山顶上对空鸣枪，然后大声齐唱，轮唱告知全部落的人。这时候，家人们献上最香醇的小米酒，慰劳辛苦的猎人。在整个山谷回荡着喜悦丰收的心情，村里的人也感受到愉快的气氛，迎接自己的猎人们回到自己的家中。哎呀，喂，爸爸爸，哎呀，比比，对对，好听。什么意思啊？就是吴大师比比，他姓吴叫大师啊，他妈妈叫啊不，他的老婆叫比比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太太叫比比哎，吴大师比比。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比比。喂，你们在干嘛？在笑？好了，我讲错。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呢？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好意思，扯远了。喂，你有点。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就桃山隧道的意思，对不对？全进见面。不要喝了，好了。到部落后，猎人能够平安及丰收，并祈求老婆下山打猎都能够平安顺利、大丰收。结束后，各自回家休息。各自回家休息，要准备明日的祭典。三个，三个。刚就是冷的，没有杀伤力，烧不起的神经。第二天，社祭已准备开始。一早，自司祭呼喊部落的男人们，立即到祭场。进入祭拜场之后，会先升起火堆。那我先生的香蕉很好吃，香蕉很大。Inak banana no bumbum masal kau no. Oh, masal kau no. Oh, banana. 那我先生的香蕉很大。我操。Inak banana no bumbum madang. Madang, madang, madang. 那有的太熟了。我先生的香蕉，我先生的香蕉软软的。啊，madau puna inak banana no bumbum madai pokin. Yeah. 哎呀，哎呀，哎呀，我是。男人们则到兽骨铜架，向被猎杀的动物头骨进行甩酒渣祈福，以表虔诚的敬意。那每一个参与的人要向祭司索取制作小米酒用的酒渣，拿在手上后，愿天上地上的神啊，请赐给我们丰富的食物，赐给我们平安，给我们智慧。有参与的男人围起来，清点人数，分肉时不可以剩余或不足，否则会被认为是不祥之兆。
那布农族名字叫什么？哎呀 ，Habis。哈。好，我都写了，你猜。Ima makulut kami, jama penuh pentak nadi kisial makulut kami nadi pakut kita. Di tu waktu kat mang hai tak kini tak jenda masih tu datang belum nadi bau kini dah kata kaki. Oh.所以呢，祭典所有的男人们、男性们，会分食到这些肉块，要在现场把这肉块全部吃完。所以这时候分肉的人要分得很清楚。刚刚我有提到，如果剩余或不足，将会带来厄运哦。也希望你们呢，在报道上也不要做一些批判，谢谢。也希望你们呢，在报道上也不要做一些批判，谢谢。在做分肉的动作是非常谨慎的哈，所以呢，每割下一块肉就要想清楚，等一下还有剩几块肉的那个距离要量。现在这个仪式叫 On Gap Support。过火，这个动作的意义是将这些不好的东西、灵气，要从这些身上赶。男生怎么讲 香蕉怎么讲？笨，香蕉很好吃。身上赶走，然后分食的肉块可以带来祝福。Oh,
好，要开始过火。马一党呀，祭司会对族人吹耳朵。伊苏都哈达奈林那马那五马努，拿掉身上的病，是希望说猎人们在山上打猎的过程当中，可能有身上有寒疾或者什么样的病，能够经由这样子的仪式，能够拿掉身上所有的病。打经过。打经过这样的仪式，能够把灾害还有不幸通通吹向部落长老轴吹。那十二岁以下的男儿的双耳呢，我们的长老也会做一个祭祀，希望他快快的长大成人。你也会吃螺丝哦？吃螺丝，长螺啊，根本白螺啊，吃金菠萝啊。射耳是由我们部落年纪最小的小男孩。他是他们自己要照的，你现在别人在照射，你拍他们干什么？对不对？人家是有肖像权的。OK， 谢谢你。公开活动讲了吗？公开活动我们是大会，我们有权利可以邀请哪些人可以来摄影，哪些人不能摄影。如果你现在的影片如果拖到网上，我们可以主张，因为这是我们是大会主办的东西。香港交代员，谢谢你。香港交代员，我是裁判，我是会场管理，你可以针对我。你终于要交代了吗？不是，我是会场管理，我用我的管理的权。大会报告，我们跑到紧接在后的是桃园区卓溪乡海端乡以及延平乡。大家都不要为难好吗？可以吗？画面够了吧？好，现在进入最后一圈。对不起，我们禁止你拍摄。大会报告，我们大队接力是禁止。警察，我不会找警察，这是我们的场地，这是我们的场地，我们禁止你摄影，请离开。对不起，你可以在这边观赏比赛。香港交代的是不是？不是香港交代，一点。大会报告。跑道上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射男组800公尺的决赛。你为什么不能摄影？介绍到此。我们有权利。第一道信义乡。你自己的所作所为，第二道延平乡，在网络上也欣赏过你的大作啊。第三道我们这么会卓溪乡，好吗？第四道大家互相桃园区，这不是自由。第五道。桃园区，我们大会，我是大会的会场管理，我来。海端乡，第八道，卓溪乡，谢谢你，好吗？大家一起帮忙。所以先生，你到底要怎么样？我现在要怎么了？你现在如果好，我们达成一个协议，如果你躲在一个角落，我没看到你是这样，好吗？喂，你可以到。Is what is that? Is what is that? Is what is that?